在意国内这些也许不了解情况所带来的一些误解，我觉得该做做的对的事情就要勇敢的去做，这就叫做魄力。嗯，好，马总统谈到了魄力了，大佬有没有感觉到总统的魄力？嗯，看你怎么定义魄力啦。我觉得马英九跟以前的马英九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哦，那我觉得他是胆子比较大啊，做事情是比较果决。但是马英九就是说，在很多细微的，就是说人民觉得比较敏感的东西啊，有的时候他的表现、他的表情、他的言语啊，让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像不知人间疾苦那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国内的对他的批判也不尽公平啊。哦，比如说让蒋干扣阿里克啊，才能逼当逼塞啦，逼福利挺身啊，仰卧起坐啦，踢足球啦。马英九讲得很好，他说，比较高难度的高尔夫我不会玩啊，但是我今天请问大家，如果马英九到了外国，然后跟当地的元首玩高尔夫球的话，会不会受到批判？好像不会的，因为那个是传统的元首级的运动。那马英九是跑一个不三不四的跑步啊，然后哦，你看，那马英九的态度有一点，我觉得是比较是可以稍微哈，他应该要修正的。就马英九对他自己很擅长的东西啊，往往在表现的时候啊，喜形于色了。那前公一高照，按了肚底也是在照一下啊，一点呢，还点怀疑啊。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啊，得意忘形啊，对，还跟着跟他想一样的，还跟着跟他想，这要告总统啊，哦，就那个就稍微收敛一点。但是我觉得马英九这次做了很多是应该要做的，但是我所以哈，对他还是有一点觉得替老百姓讲话了，就说你选前啊，一点都没讲。一点都没有这个痕迹啊！选后通通涨，而且在520以前把它处理掉，这个人家会觉得说你真的是有点投机了。但是我还是讲说，并不只靠啦，因为哈，你任期还有四年啦，啊，那你总是要后来也会要补涨的啊！啊，要痛苦就一起痛苦嘛。好，所以呢，慧仁兄，大佬刚刚讲到啊，说马总统像小孩子一样，然后我们在呼应你之前讲的说，马总统说哦，我有要跟在野党谈，是他们自己不要谈，是他们不要的。那时候你也讲说他像小孩子，他这次在非洲的时候，大家给他那么热情，他说哦，我在我铁炮区都没有这么热情哦。明天回国内会不会感觉温暖的激动？对他当主要在讲这个甘比亚的时候，当然他们有很多媒体报道说一万人啊，就跟着他们那边的飞车，就跟着总统的车队这样跑。好，就人家车是用开档，也没开很快，在后面这样跑哈。所以马总统讲这话是标准的失言哈。如果今天甘比亚的总统回访，好，也来我们这边那个，然后我们马总统说，哎，我们动员一万个小朋友也跟在车队旁边跑，那马英九就下台了。那显然是动员嘛。哪一个国家会有说人家元首来访？你说找一两百个小朋友拿着国旗在那边哈，在机场迎接，那个大家都可以接受。跟着车队这样跑，说啊，我的铁票区也没这种情形。我觉得马英九是太过头，因为他昨天他在这个司法记者上讲说哈，让民众来打分数，其实分数打好了。前几天那个民调出来，我不是给大家看了，就18%，你就是剩18%，你的分数都打你。我不要跟马英九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跟他很密切的人，这次是没有跟着他去。他在国内也看到了相关的这个舆论的反应啊，民怨啊，这个民众的心声什么。那他讲的话，也许马总统会听。那个人当然就是周美青啊，那共都不好。那我讲美系你啊，不好不好。那我讲周美青，你看着你的先生，好，就是马总统，然后在非洲出访这个行程里面是做这些事情，传回来国内没，因为周美青都在国内嘛，他看到媒体电视播的，好，然后报纸写的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周美青，你有必要跟马总统讲说，哎，阿弟喜。你这哈，你讲你这辛苦的，这种大家拢在体谅，我们都媒体报道出来的，跟我们最近这马，因为马总统去了12天，这十二天在国内的这个舆情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周美青应该跟他讲一讲啦，希望是有用，不然的话，如果照他昨天最后一场记者会还是自我良好的讲那些话的话，我觉得18%哈，不排除哈继续往下。好，讲到18%哈，这个郭委员现在离520只剩下28天了吧？那么在未来的28天里面呢，我们现在看到感觉上好像政府在替他清理战场，不然520那个演说不晓得要怎么就职演说要怎么演说哈。但是你觉得这28天你看见的马总统他的钢盔挡不挡得了子弹？现在比较有魄力啊。这个不是清理战场吧？清理战场是要改善哎，比如说政所税就是要磕啊，那电就是要涨啊。可是老百姓生气有用？你看那个油哈，啊。那个中油一下就说一年要省125亿，那本来涨3.1，一下变涨是2.2，表示我们生气还是有用啊。不过辉文那个建议我是非常支持，以后我不骂马英九，我改骂周美青啊，因为周美青比较有羞耻感，他跟老百姓比较近，所以他听得懂我们在骂什么，马英九听不懂啊。
其实啊，马英九根本就不该出国。我跟你讲啊，一个国家要把油电恢复到正常价格啊，还有要征开征正所税，这是多大的决策、啊？他就知道一定会有人受伤，老百姓会骚动，就根本不该出国，因为出国一定是一个月前就排好的，嗯，这是大事嘛，对对国事访问哎、欸，人家郝龙斌，我宁愿一发生，博鳌就没去了哎、欸，博鳌对郝龙斌重不重要？重要啊，他也想要有两岸的格局啊，郝龙斌一下就不去了。这表示就是说他认为那是大事嘛，那你马英九也可以缩短你的行程啊，他都不处理、哦、然后只在出国之前跟一个晚报做专访，他觉得这样就已经处理完了，你知道，然后接下来就变成用脸书沟通，所以这个人根本就是脑袋有问题的、啊、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办法去想象老百姓的反应可能有多激烈，嗯，然后这种这是很大的决策哎、欸，他不认为应该召开一个正式的记者会，号召大家共体时间什么的啊，因为你这个东西没有告诉人家希望嘛，你要人家受苦，请你把希望一并说出来，他不告诉你希望，只说我们要先苦，可是我对你没有信心嘛，所以我接下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只能反对你到底啊。好，马总统的人在国外，昨天还是又被问了一次，说会不会给陈水扁特赦，他现在再答一次说我没有这样的想过。陈水扁现在牢里，他上次讲说他在牢里的时候呢是多么多么就敢扣啊那那的，但是你知道吗，国外有一些监狱豪华到恐怕人家都觉得我要犯个案我要住进去才再说。马上回来。